哎，我们要访吗 ？Hello， How are you？ 瑞满，帮我访一下，访你跟他最熟嘛，对不对？他是真的会讲话嘛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他不会，是不是？会叫，好，那个走位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访的话，我们先来拍一张照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我很希望可以邀请所有的贵宾们一起上台来，《夯不上映》，预祝这一部口碑极佳的金马获奖电影。不愧是我们这个金马美影双料新演员得主，连跟鸟眼对手戏都这么的自然真切，非常了不起，前途无量。蛮厉害的哦，天才演员应该给他报一个新演员奖，跟瑞玛竞争，强力凯歌再度得到台北电影奖的得主。片要上导演会紧张，紧张，还好，还好。这有票房压力吗？不好说了。有一点，我们就随缘。行。但是像刚侯导说啊，就是票房不好的话，你觉得有可能会有下一部？所以目前有下一部的计划？心里都有很多计划，就是真的看之后，看变化。压力大吗？对，没有压力。还好啊，对啊，完全没有压力。谁压力最大？导演吧，导演压力很大。对，导演吧，对导演。他们还是把压力给我，那我就他现在还是压力很大，我就背了。金马奖后其实就没有什么庆祝，对，就没有特别庆祝。每天都这样在庆祝。对，每天就开开心心过生活了。应该是说他平常生活对金马奖还已经对都很精彩了，对对对，对没有 follow 他 Instagram 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最近有做什么特别嗨的事情要分享一下？特别嗨，特别嗨。也没有，就是滑水，滑水，然后之后要去滑雪，所以都极限运动，所以很这些男士们其实非常非常惊艳。我觉得大家进去戏院看到黄远、宇伦，然后小豪，我觉得还有祝伐，然后小林贤那些，我觉得所有旁边的还杰哥，非常非常对，杰哥非常非常的，会让你觉得非常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棒。Great， 我以为你会说你没有要加片酬。我也在等他那句，就没有。谢谢，他是我要演，而且我要加片酬。他还是有人。